访问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啊，咱啊，和咱的杨小明杨老师呢，足辛苦的安尼吼，安尼长时间安尼，底下用尽伊的这个智慧脑汁啊，安尼，得总共一句，就是爱咱台湾人会当啊，知影真侪代志，当保护咱家己啦。除了这个政治面啦、啊、法律面啦、啊、社会面啦、啊、健康面啦、啊，拢包罗万象吼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啊，时间大家咱啊来遮呢，啊，咱访问网络电台啊嘛。也未基础，也未拍在，嘛无在调讲，何来贵宾讲啊？有一个这个项目嘛，坐捷运的钱嘛爱互人，啊，结果嘛拢无吼，拢家己出钱出力，啊，搁阿婆啊，揣我过倒塔安尼来遮，伫咧遮那讲落，拢爱用足长的时间安尼啊。啊，即马你着好人爱做搭底啊，毋着爱搁继续嘛对啦。啊，咱即马咱来搁讲咱拄只迄个话题，就是。就是讲，这个林献祥、林献祥啊，这个林老先生啊，实在有影足吃亏的啦。啊，有迄啰，你看迄啰法官、检察官讲，伊敢会白白讲啊？我二十亿就安尼送人欢喜，甘愿签字送人，拢无半点报酬安尼。啊，我伫想讲哦，迄二十亿摕到，可能十亿就是互遐个法官、检察官去分。啊，迄、那个看狗啊，迄、那个前科吼。因得十亿安尼伊嘛有够额对无？迄是我的迄落合理的怀疑啦。因内部的迄个利益安怎分配，我唔知啦。是啊是。但是最起码我知影讲，这个叫做被告张贵富，因这群人吼，因侵占早期这个林先生差不多20亿的财产了后呢，因随伫嘉义地区。买真侪土地，买真侪厝。不止大陆天津的所在，嘛有建设公司，嘛有娱乐公司，嘛有啥物好足侪公司的。啊，遮的钱拢是由林先生这20亿内底来。至于讲伊是毋是有提钱哦，法官还是提钱哦，检察官，这咱无证据，袂使乱三讲。对。哦，但是合理怀疑啦，真明显的就是。迄个伊甲检察官讲啊，我无钱给伊啦，但是是因为伊啊个林先生家己出授权书，我才根据个授权书来办，才将伊公司个股权拢从过过来我个指定即个人头个名下。即个吼合理怀疑，这是违反法，迄个经营法则。既然讲这无诈欺啦，哦，但合理怀疑，可能检察官有得到保障。程度的好处啦，哦，这是种合理的怀疑，但是无证据啦。不过真明显嘛，大家拢脚头都想会出来。用脚头无想都知道啦，哈、哦。你想啦，甲伊有啥物大恩大德无？总共有大恩大德嘛，互你一亿两亿，啊无好啦。较慷慨的，互你一半，嘛无可能就安尼。我将我的迄落性命，紧我要活落去，要靠这食穿的性命，紧我所有财产20亿，就安尼免费捧互你。啊，互相无相识呢？对啊，互相无相识，唔是讲有去接受这个，唔是讲有亲情的关系、朋友的关系，啊是啥物？长官部下关系，恩怨，拢总无相识呢？系啊系啊，啊所以讲，你讲。嘿，咱迄落脚头有咧想讲吼，这检察官、法官吼，是毋是甲伊对半分都咱都怀疑啊啦？哦，那有讲安尼叫不起诉处分，讲迄你欢喜甘愿要送伊的，伊得到伊平白平平，迄落无任何的迄落不费吹灰之力，毋免安尼费啥物拢。20亿安尼摕来，你着爱国奖券，你嘛爱搁去买，吼、爱搁去兑，唔到迄落讲兑偌济，唔免啊，安尼白白你着我着来办公司着变我个安尼。所以，伊这个检察官吼，予人有真大个疑问，伊为虾米违反这个法则、经验法则，啊来做不起诉处分，实际上，若自进前的法律制度，要未改讲自诉，必须要请律师的时阵啦。伫这个检察官侦办，咱若怀疑这检察官有问题的时阵，
咱就会使改 stop 动起来。哎、嗯，换，唔是换，干啥干？都换改提去住宿。嗯。哦，安尼呢？第一检察官阿未诶处分的进程，咱改提去住宿。嗯。检察官爱将这个案件全部转去法院啊来做审判啊的资料，但是住迄、那个住宿规定爱。请律师以后呢，这个林先生这款案件，伊就无机会提起自诉，吼、哦，伊就无机会，因为伊无钱拿请律师啊。对啊，即卖都爱靠靠迄落一个月三千啊六千。因那阵啊五千的款啦。残障嘛，目睭无看的嘛，啊，搁着过着过肺癌嘛。对。嘿啊，啊即卖脚搁断去，啊靠迄个五千块是要安怎生活？你讲这种的人，你要叫伊去请律师？伊这有领这五千块，都袂使领三千块的老人的救济金呢，都袂使哩呢。对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法律求善人，啊，咱善人若无拄着，唔知影好靠。对。等落甲拄着的时阵吼，叫天。天袂应，叫地袂动，啊，要哭阁无目屎，哦，所以希望大家一赶紧来结合做伙，哦，咱爱来组成一个团体起来。就是讲，这个团体爱施这个压力啦，施这个压力讲啊，我着感觉啦，我即马有者感觉讲吼，讲你不管讲哦，这个人伊爱你的选票的时阵，迄阵啊你上大，迄阵啊你着甲伊讲。我就是要爱完成这个愿望，来我选票给你会使，但是你当选了，你爱帮我完成。啊，若无的时阵，我就甲你罢免，甲你管。欸、你我感觉人民的力量，这个吼，这个两项吼，行未通。嗯，第一，伊甲你印假，伊甲你印好啦，时间唔甲你做啦，你甲你硬死啦。嘿，哦，第二项违法，这叫契约。嘿，契约就是契约。哦，外省叫企业。无，这个也未达到遐，因为讲咱人民讲，我你爱为弱势者发言啊，啊，你倒一个法律来改，迄毋是为着我个人，嗯、你爱为着迄啰多数的迄啰，因为选票就是多数的人的力量，讲、哦，你即马你了后倒一条法律，你若修改落去，对全国所有的人民拢有利嘛，吼、哦，那这种的都会使啊。咱即马阁又倒当来讲，即个林先生老先生即个案件，伊 是二十亿个新台票，若要按照讲正常个告诉吼，提起公诉，提起迄个告诉个话呢，应个民事会当请求无唔对，但是即个立迄个裁判费甲保证金，系爱偌济，各位听众朋友。伊二十亿，诶，裁判费要立千分之一啦，啊，就要两百万啦。你叫伊啊，两百万要搁细条的哦，搁爱有三成的保证金哦，啊，三成的保证金二十亿都要三二六亿哦，六亿的代票哦，两百万的裁判费是交予法院无妥的哦，哦。啊，六亿都保证金，你官司若拍赢，会当摕落转来。嘿，啊，若拍输，六亿阁无。都是各位听众朋友。嘿，这林先生、老先生都咧靠救济生活，伊哪有可能摕出这两百万？阁较无可能摕出六亿。对。所以为者就看出讲，这个法律所定的欺负，这个弱势者欺负善人吼。欺负落去的时阵，咱这善，咱这善人无烦心啦。哦，啊，目睭金金人上当啦，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哦，啊，这有影天下的这个法律的笑话呢，吼，这都有影确实有影食你够够啦。嗯，我就是要爱你，这二十万我就是要爱，就是要爱啦。二十亿，二十亿，我要爱，就是要爱啦。啊，我都有法度，吼，我的食物链都法度启动起来。嗯，吼，参照讲。诶，前啊遐，你嘛帮李妈妈写一个迄个诉状，迄个我讲我去，我讲的嘛是安尼，两句话伊唔好讲，伊就爱搁讲叫爱叫律师来，搁命吧，搁扯一连段。加在你家写一个迄啰，哦，订写一个诉状去哩，哦，啊人伊看落也好，按照迄安尼在讲安尼吼，讲你着出手一个大师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吼、哦？你安尼该出手者，啊，若无，伊即马阁叫这个李妈妈阁去请律师，伊只有讲我买啊，我买啊，我买啊。
你请律师请到，你总讲官司拍赢，啊，久久长长啦，拍赢长来，你现要给律师的，你就先爱撸出去啊。啊，你要家摕长来，迄久久长长，年月当时唔知，这笔钱又搁等予人去啊，安尼。所以讲，就是伫个这条内底安尼，自诉跟这个请律师，因为伊无钱请律师嘛，伊会当。顺救济多经，就是讲申请交付审判嘛。嗯。哦，申请交付审判嘛，爱请律师嘛。嗯。爱无钱请律师啊。嗯。啊，怎呢？伊甲问讲要安怎？讲你找看有，你行街头行较久啊，吼、哦。嗯。为着台湾的爱心热心，你行较久啊，好熟悉律师无？请伊去给你帮忙。嗯。伊讲我熟悉徐国勇，讲好你去找徐国勇。啊，对对对，哦，这项代志我捌讲过啊，哈。民进党诶，这项代志我正常诶节目捌讲过啊。嘿，讲一个例子。讲我安好你找徐国勇，啊，结果伊甲徐国勇迄边联络约定一期时间，嗯，去徐国勇诶律师事务所，嗯，我用上面飞去，嗯，入去诶时阵，伊徐国勇嘛在场，啊，徐国勇我那叫伊来对律师来。少年的啦，哈、嗯，啊，来了解这个案情，伊就讲啊，这个案件哈，上少爱80,000块的律师费。嗯嗯嗯。我甲徐国勇讲，讲伊即马在咧靠救济生活，要哪有法度摕80,000块啦？80,000块是一庭，还是拢总拍完？一庭哦、喔，一庭哦、喔，哎、欸。因听咧吼，哇，安怎讲一下？林先生，咱爸仔同志，我甲你讲坦白的啦，你这官司袂赢啦，请律师加了的啦。嗯，这是国用律师安尼讲。无，伊迄个伊的助理，迄个助理律师啦，嘿。我那是律师啦。嘿啊，对伊嘛，律师嘿。你若要讲袂赢吼，你唔着当也袂甲你讲，伊这靠救济生活，你着好讲个啊，这。看看了后，讲啊，林老先生，嘿。这袂使，嘿。哦，伊若袂使，就讲啊，这袂赢，免拍。嘿。你就免去开嘴讲爱80,000块嘛。爱80,000块才拍会去嘿。哎，爱请律师。头一庭嘿80,000块。啊，听我。亲属走完爱。听我刚讲，伊即摆靠救济生活吼，伊就爱讲啊，这卖拍啦，这拍袂赢啦，80,000块给你来啦。嗯。哈哈哈。讲了真有义气了吼。嗯嗯，对啊对啊。我无。无批判，其实讲样哦，我是讲伊安尼讲了真有意义嘛，啊，大家一听就知影意思嘛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所以，这个自诉甲这个交付审判，善人请袂起律师，啊，就爱防定价，防食价哦。啊，我想唔是干那这个林先生这个老先生这个案，我相信无错啊，用相片这款比价的案啊，应该是。不计其数，以后会阁发生无？保证100%，一定会阁发生。啊，阁会发生愈来愈侪。愈来愈侪。吼、哦，因为即马国民党到尾啊吼，都跋歹教吼，跋输去教路吼。啊，伊即马伊就想要较紧款的，会当款走的，尽量款走。伊即马会愈来愈凶。嗯。啊，食亏的人会愈来愈侪。所以呢，就希望讲大家吼。那真正讲要爱台湾的出头，台湾人善良会当翻身、嗯、哦，莫对啊，徛关山看马相踢，啊，事事都要莫免死边道这款的心态，哦，啊，莫对啊，想要对敌啊，要捡山啊，嗯，哦，这款的心理吼，安尼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力，对。所以讲，我讲吼，其实吼，咱啊基层内底啦，吼，莫讲啥，讲到讲啊台湾总统这件代志，其实关心台湾总统这件代志，足侪人的心声嘛是讲，啊，咱都无法度啊，咱要安怎啊？咱遐细脚啊，咱去也无，咱若讲人袂赢，啊，无效，这是要安怎啊？都搁你逐工嘛是爱去做工啊，你无去做工，都无饭通啊食啊，安尼。哦，啊，这，若照你安尼来讲吼，有什么款的这个看法无？嘿，我先来开一个门，你哪讲嘿？无饭食吼，是迄个好野山愈拖愈多所造成的啦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，第一，
国民党执政的时阵，民进党配合，予因开放外劳就来抢咱台湾人的工课，致使甲台湾人的职业呢，真歹找。啊，无头路的人，伊就会一种流浪，啊，无饭食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所以政策唔对，或者是政策的误导，所造成的这个百姓的受害呢，是比外国较厉害，比贪污较厉害。大家爱了解，咱真正要爱台湾，真正要救台湾，实际上呢，是爱为法律甲革命掉。啊，行街头是一种方法，但是我看行街头迄种方法，甲我杨尚民所以前伫撮行街头方法呢，完全拢无共款。啊，所以即款的行街头方法，我家定位做撮一阵命求你要去靠倒万里长城，永远无效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家乡对拜，吼、哦。有的拜妈祖，有的拜圣皇，啊，有的拜天公，天公阁真少人拜哦。哦，妈、祖好，足侪人拜。嗯，拜佛祖，拜妈祖、哦。啊，佛祖吼，佛祖真少开哦。即佛教信仰的信仰佛祖，但是因所要行的路是要行阿弥陀佛去哦。这真对这个阿迄、那个释迦牟尼佛吼，是一种侮辱啦。你出家人又搁挂释迦牟尼民族的姓姓氏，按古你嘴念的是阿弥陀佛，对释迦牟尼佛是一种真大的侮辱呢。啊，人都分袂清你，台湾倒一个人分会清伊念的，你什么释迦佛啊？甲阿弥陀佛，你这什么人分袂清楚？佛教又安尼分啦，又分东西南北中啦。哦，西方是阿弥陀佛啦，哦，啊，南方是日光佛啦，哦，啊，迄个东方是释迦牟尼佛啦，哦，啊，迄个另外一个叫阿丘佛啦，哦，伊拢总有五方位的佛无共啦，哦，啊，你阿弥陀佛是东方的佛呢，东方之来呢，哦，你明明都信伊个诶佛，啊，明明都信伊个释，结果你要去西方呢？西方叫做世界，西方叫快乐。各位佛教信徒啊，我最近这几天伫脸书内底，我有写啊一寡伫咧批判佛教的代志，结果脸书的人闹，感觉讲我本来要甲回应啊，回应吼。戆一世人，同你讲回四字，戆一世人，吼，因都啦，啊都啊念阿弥陀佛都对，阿弥陀佛，各位听讲，阿弥陀佛伫我印象面，吼，头拄有讲过，圣严和尚，啊加迄个印光和尚，拢研究过，拢证明无阿弥陀佛啦。我印象面研究嘛，无阿弥陀佛啦。啊，既然无诶物件，你物件就比较信有，啊免落结果啊。绝对无结果的，啊，因遐无结果呢，所以我对阿弥陀佛加号一个名，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啦，乱佛的，乱佛的。嘿，就是讲啊，通底价吼，伊即马咱伊即马伊因为政治啊，无清无明嘛，啊，所以讲人心惶惶，伊就需要用这。借用着这宗教来这个稳定来安慰迄、那个，互迄惊兄的心会当讲有一个瓦壳。其实迄拢是一个叫愚民政策，吼、愚民政策啦。啊，伊就是通知遮，就是要甲恁遮迄落愚民政策，通知你的这个脑筋，互你袂思考。啊，见着神就拜，见着佛也拜，啊，早也拜佛，下也拜神，啊安尼，啊今仔日拜妈祖，就去迎妈祖，啊明仔载拜佛光山，就来冲佛光山，冲来冲去安尼。啊，伊就毋知影讲这到底是咧冲啥物安尼。啊，伊甲你通知，甲互你安尼乖乖啊讲吼，你就是趁钱为了食三顿，啊，剩的时间你就是去拜佛麻醉家己。
啊，所以讲伊永远好通知，永远好你做伊的努力，这就是伊的迄落终极目标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我若讲啥，你都对我行就好。啊，即马眼前伊就是讲，伊上惊台湾人聪明，上惊台湾人伫这个知影黑白，知影芳草，知影是非，知影一个做人的基本。咱要安怎做人，搁做台湾人？咱是毋是台湾人？啊，伊还搁叫是讲，咱还搁是迄个中国个囝，还搁是戆台湾人啊，安尼，中国个安尼，哦，努力第四阶级的这个努力。所以讲，这原来啊，伫这个啊杨老师的这个口中，啊，对伊讲帮衬的这件案件。甲我所帮咱一路安尼行来的所有的法院哦，才会这个啊，咱受到台湾人受到这个啊，因的这个国民党的司法在甲咱这个讲冤枉也好，冤狱也好，在甲咱凌迟也好，我应该是讲凌迟较正确啦吼。啊，伫咧遮呢，我希望讲咱将。杨尚明老师伊所讲的这节目，伫电脑内底，你拢家己位头拢家己用啊，拢家己安尼加减点一寡来看，看看你就会讲啊，这个恍然大悟啦，哦，即马不要用脚头乌来想了啦，用头壳来想啦，哦，啊，咱会变较聪明、较巧安尼，啊，袂阁互这个啊，这个中国人。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民进党安尼联合来甲咱凌迟，咱要争做一个正港的这个。徛停停的这个台湾人吼，啊，咱今仔日，我要个一个，短短吼，我来向各位介绍我杨尚明的短短的身世。哦，是。杨尚明伫教会的时阵，因为老爸去用掠去二八掠去，所以做乞食了后就无读册。迄当阵，我就决定想要推翻中华民国去研究政治，啊，研究了后发现讲宗教是被政治利用的工具。所以我迄阵就想要先迄个解破宗教，所以对宗教跳入去研究。啊，跳入去研究了后，发现讲这拢骗人的。所以我杨尚明将厝里的公妈拢骗了掉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要骗公妈的时阵，我搁伫公妈的面头前先甲呛哦。嗯。哦，安那呛？讲公妈恁这祖先吼。历代祖先，我杨尚明是希望要行政治来推翻中华民国的路线，啊，发现讲恁遮的拢无保庇，哦，包括家庭、子孙、你的子孙拢无保庇，啊，大家拢在狼狈，啊，所以呢，既然无保庇呢，甲你炒菜无路用，所以我要甲你平掉，哦，啊，我要甲你平掉吼，你若有灵有声，爱注意听哦，你若有灵有声，爱来找我报仇。你若无来找我报仇，你就无灵无声。啊，你若唔敢找我报仇，去找我的四大人兄弟姊妹报仇，啊嘛表示你熟啦。哦，你这祖公祖妈拢熟啦。哎，要改呛声就对啦。所以你有才调找我本人报仇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即马公妈要甲你平掉，我怎啊甲公妈平掉？放水了。老师，我的。过来吼，我杨尚明所住的所在，神明庙也是托你讲吼。我杨尚明若无爽快的时阵，拢利用暗时拿德哥去甲扫落掉，遐神明我拢甲扫落掉。阮老爸吼，甲我讲，你吼，这人真脾气吼，啊，你即马是你的旺气啦。等下有一天你若衰气的时阵吼，你才看讲这鬼神会安怎甲你。处理啦，我甲阮老爸讲，鬼神唔敢甲处理啦，哦，我若卖甲处理，就真万幸啊啦，哦，啊，我杨尚明活到即马七十四岁啊，也毋捌拄着，也毋捌拄着倒一个鬼神敢来找我，为遮我一路行过，就互恁做参考，唔好去拜啦，愈拜愈戆啦，哦，不管你拜神也好，拜佛也好，拜基督也好，拜嘿阿拉也好。拢唔对啦！你爱充实你家己的智慧，表示讲你有能力去克服问题，去解决问题，唔是你碰到代志无法度克服的时阵，去信和尚尼姑，去信牧师神父啦。我杨尚明是以前是伫基督教会所属的学校伫咧教会计，但是我并无加入基督教。有特殊无？
真特殊。为什么会特殊？因为我了解基督教原来是假，啊，佛教啊假，道教嘛假，无一项是真的啦。嗯，哦，啊，充实家己才是真的啦。嗯，是，我迄天哦，我即下拄只听你安尼讲，我安尼插一点嘛，哈哈哈，唔过袂当遐尼啊夸张啊。迄天我有拄到一个足有名咱的牧师头，我甲伊讲哦，牧师啊，咱台湾吼。无上帝嘛，无耶稣呢。伊讲，啊，你来讲这落话，你来讲这落话。我讲，准讲好啦，有上帝甲有耶稣啦。伊今仔伊嘛徛伫中国人迄边，无拢无徛伫台湾人这边啦。咱台湾人伫台湾这块土地上吼，无耶和华上帝嘛，无耶稣来甲咱保庇啦。耶稣甲耶和华上帝，拢去保庇中国人啊啦。伊就安尼点，所以无讲。歹势啦，咱是讲一个做参考啦吼。啊，信仰的代志，咱家己个人啊，心肝内底这个定神啦，啊，家己爱定啦，忠实家己才对啦。哎，是，唔是去信不啦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咱就足感谢啊，杨小明老师，希望讲明日咱大哥啊，拜托老师。后一回我希望要讲一个题目，嗯，就是要讲这个。四招会，释教会这个尼姑，伊诶颠覆佛教，我有写文章出来。哦，这个释教会呢，伊应该佛教会一个开除伊的会籍，甚至呢一个驱逐出佛门。哦，这个后一期我来甲大家讲，说迄个内幕甲原因。